去年，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缅北涉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以来，临近我国边境的缅北地区规模化电诈园区全部被铲除。在强力打击震慑下，涉诈人员不断向缅甸万海、当阳、妙瓦底等纵深地区转移，继续招募诱骗境内人员非法出境参与电诈犯罪，并衍生出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甚至绑架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活动，严重危害我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。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，联合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开展打击行动，于11月17日在缅甸当阳地区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763名，包括网上在逃人员69名。11月19日，相关犯罪嫌疑人及涉案物品已通过云南临沧永和口岸移交我方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5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